往后，不要动。就是肩膀没有，你的极限是哪里？人自然而然，它极限到哪里？对不对？蛮软的。手不要动。你要手要动，肩膀不能移动。你就只要感觉到肩膀动了，就停下来。然后这样子高一点，平行哦，不要抬起来，都不要抬起来，就这样子。昨天那天上班，好，这样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在这里有一百二十次数了。这种自己感觉大概就会喝水，对，就会喝水，一次喝完。一次喝完，一次喝完，一次喝完。要喝完了，要喝完了。喝完，喝完，我也帮你测试时间。反正有效就好了。那他说可以泡120次，好，身体摇一摇。也可以，都高薪为主，高薪为主哈，高薪为主哈。还没，你等一下，一分钟。一定要一分钟啊！哈哈。哎呀，瘦的人就是有这个好处。大哥，你有没有？60公斤没有，他们都55，50、57、8。我还比你重呢。我们差不多高呢。没有，没有，我比你比我高。我是167，我167。我才158。我60几嘞。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转是转，这样子哦。好，平行，柔软往歪，再往歪。极刚刚极限，现在极限有比较歪面哦。可是你身体有一点点弯了。嗯，只是那个感觉啦，你自己去抓，你抓那个感觉有没有比刚才？感觉很紧的，哈哈，我说他不是你，只要你现在手有没有比较松？弯的时候有没有比较松的感觉？比刚才有没有松？有一点的哈，对，因为这个本来是一刹那嘛，还不是说马上，对。刚刚讲我的病了，就是刚才有了，刚才应该有，哎。然后，其实有感觉，有，但其不是重要的是手有没有感觉我比较外面一点的感觉就好，有哈。那眼睛呢？眼睛有没有感觉什么？还好。就眼睛很亮吗？不是，也是有差别、啊。也会。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